整形医院。你若住台北就知影，啊，这条啊是黄溪的样子，它那个水进来吼，把我们罗盆弄进去，那个里溪有收到水，啊，就是来长，这个水很长哦。对这个房子，我不是看这个房子啊，我是看照相那个房子。啊，那个中介跟我讲哦，哦，这个是好的例子，我赶快把它照下来哦。这个房子来长去短，因为它去水哦，刚好有这个大楼做镇水，所以去水吼无啥快，啊，搁个定掉的，来长去短，大概可以懂那个意思嘛吼。哦，啊，水法要来，啊，这个就来长去短嘛吼的意思，有问题可以问了吼。那像这个，这是北部了吼，这一条水这样进来，弯弯曲曲，水要弯弯曲曲，不可以直线吼。弯曲则有情了。那你看你住哪一个房子，去水的地方要挡住，要有大楼挡住。没有大楼哦，你不要小看那个小东西哦。如果你是透天那个去，左边比较高，右边比较低。啊，这个人在卖槟榔啊，我讲你那个三角啊哦，卖槟榔那个独一边，这个就是用法。啊，独一边杂碎嘛。哦，这个叫牵牛，只是在台南那个健康路，哎，这是那个德克西啊。然后这里好像有一个 O R O 那个喝咖啡的，哦，这就是直直去起水啊。恁家袂当伫我翕相迄个所在啊，安尼也要起水啊，这会穿会安那呢？出了尾仔囝，你家己无拜，有人家己拜，牵牛直射哈。哦好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像这个哈，我去给人家布局啊，这最一点吹哈，怎么办呢？买一个去花莲买一个大石头，这个石头大概也要好几万哈，然后用楼板去隔壁那个方位镇水挡住了，以形态上来讲，有那个象意要镇水哈。啊，这个是小明堂哦，如果你们家够大哈。不敢说小桥流水啊，这个象意是好东西哈。啊，这个是镇水用的，哦，不是镇水。第二修行见吉隆，煞是在其中，就是讲，你予路冲着就足惨嘛，佮有规支山甲你弄着，迄个三极线，这个叫三极线呐，对不对？这三极线。啊，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图了哈，哦，这个下来一定有，这是一个城镇嘛。